把我的妹妹。就这样，陌生的神灵带走了我的妹妹，我也被神封印，失去了原本的力量。曾经跨越诸多世界的我们，受困于此。那究竟是多少年前的事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会想办法查清楚的。醒来以后，我总是一个人流浪，直到两个月前遇到了你。那是多亏了你，否则我大概已经淹死了，所以我会努力做一个好向导的。该出发了，我们走吧。没路走了，那就爬上去吧。攀爬会消耗体力，那么就按照我们说好的路线出发。目的地是七天神像。在这个世界的七位神灵里，不知道哪一位才是你要找的呢？就是七天神像了。神灵的造像散布在大陆上，象征七神守护世界。在七位元素神灵中，这一位掌控的是风。虽然不知道你要找的是不是风之神，但我先带你来风神的领地也是有理由的哦。众所周知，语言与诗歌随风飘荡，其中一定会有你妹妹的消息，我是这样想的。当然，能不能得到神的回应，就只有试过才知道了。那么就加快脚步吧，游过来哦。是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元素了，看起来你只要触碰神像就能获得风的元素力呢。这个世界的人想要获得力量，绝对不可能像你这样轻松。因为你本来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嘛。从这里向西走，就可以抵达自由城邦蒙德。蒙德是风的城市，在七神中供奉的正是风神。能从神像获得力量的你，会不会在那里找到神的线索呢？而且蒙德有很多吟游诗人，说不定能打听到你妹妹的消息。好，那就出发吧。这个世界的元素回应了祈愿，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好兆头哦。嘿，这就是你刚才从七天神像获得的风元素力。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在天上飞？它往树林深处去了，
我们小心一点前进吧。啊，嗯，你看。不用怕，放心了，我回来了。他在跟龙说话。谁？紧了你的头发，谢兰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还以为要被吃掉了，肯定和那个跟龙说话的怪人有关系。嗯，我明白你的担心。哎，那是什么？那块大石头上闪着红光的。我们靠近一点看看。小心，他给我的感觉很不好。从没见过这样的石头，没法确定它是什么，只能知道它很危险，先保管起来吧。嗯，回收完毕，我们赶紧离开这里。愿风神护佑你，陌生人。我是西方骑士团侦察骑士安博。你不是蒙德市民吧？那么请说明自己的身份。冷静一下，我们不是可疑人员。可疑人员都会这么说。听着不像是本地人的名字。还有这只吉祥物又是怎么回事？虽然是认识才两个月的旅伴，但已经是最好的朋友了。总而言之是旅行者，对吧？最近蒙德周围有巨龙出没，你们还是尽快进城比较好。这里离蒙德不远，就由身为骑士的我来护送你们一程。哎，你出城没有什么别的任务吗？当然有，不过放心，任务路上也会保证你们的安全。而且我也不能放着可疑人士不管。失礼了，这不是一位优秀的骑士应有的言辞，我向你们致歉。陌生而可敬的旅人。好生硬的发言。你是对我们骑士团指导手册里的规范用语有什么不满吗？来历不明的旅行者，你们来蒙德做什么？他在非常非常遥远的旅途当中和妹妹失散了。我是他的旅伴，正在陪他一起寻找妹妹。啊，找回家人呢。对了，等我解决了手上的任务，可以帮你们在城里贴告示。说起来是什么任务呀？是秋秋人，不要放跑他。最近这种荒野上的怪物正在靠近城市，我这次的任务就是来清理他们的营地。小菜一碟，不过没想到原来你也不是没有战斗能力的路人。谢谢你刚才的支援啦，这一战感觉如何？说起来，秋秋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？这种生物一般不会在离城市这么近的地方建立营地吧？是啊，
他们本该只在荒野游荡才对，但最近风魔龙经常出现，果园被摧毁，商路也受到了影响，风暴爆发时又经常有人受伤，所以骑士团要分心防御。所以这些凡人的生物活动范围就越来越近。是呀，不过今天又清理了一个营地，还是很有收获的。跟我来吧，认真负责的好骑士要护送你们进城啦。风雨蒲公英的牧歌之城，自由之都，受西风骑士团庇护的旅人们，欢迎来到蒙德城。啊，终于不用在荒野露宿了。不过城里的大家精神都不太好的样子，因为最近全城都在烦恼风魔龙的事吧。但有琴在的话，一切都不会有问题的。琴？啊，西风骑士团代理团长琴，蒙德的守护者。与琴同在的我们，即使是风魔龙这种级别的灾害，也一定能够战胜的。见者有份，为什么我没有礼物？因为那是小派萌没法用的东西吧。但我今晚会请你吃蒙德特色的蜜酱胡萝卜煎肉。啊，蜜酱胡萝卜煎肉！现在就先跟我来吧，我们要去城区的高处。说好的礼物就是风之翼，侦察骑士靠它在天空中行动，蒙德的市民们也很喜欢用。我特地把你叫到这里来，就是为了让你第一时间感受到它的好处。是正在热心推荐的语气呢，因为风是蒙德的灵魂嘛。好了，赶快来试试风之翼的性能吧。虽然操作起来很简单，但你一定要听我指示。天怎么？千年的流风助你，令你不会坠落。现在想象，你能收束这缕风，让它破开云雾。这个声音是谁？
没事吧？居然拥有与巨龙作战的力量，你是我们的客人，还是新的风暴呢？风魔龙竟然开始直接袭击城市内部了。卡亚，旅行者，你们来得正好，我们赶快。等等，安博，这里还有人没来得及互相认识吧？好的，这是卡亚，是我们的骑兵队长。这两位是远方来的旅者。只知道是远方吗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原来如此，欢迎来到蒙德，但很遗憾是在这种糟糕的时机。我很理解血亲分离的痛苦心情，旅行者。另外，虽然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找风神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对吧？我是不会追问的。总之，首先我要带骑士团向你们道谢。刚才那场抵御魔龙的战斗，被守护的市民们都是亲眼目睹了的。代理团长大人对两位也很有兴趣，希望能在骑士团总部一叙。这里就是骑士团了。我们进去吧。从这里进去就是骑士。秦，你也太着急了，不是说好在这里接见他的吗？风魔龙似乎在城外也有活动，见到他之后我想尽快。不用着急，等一下我也会去帮忙的。代理团长大人，人我带到了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蒙德欢迎你们，随风而来的旅行者。我是代理团长秦，这位是丽莎，骑士团的图书管理员。呀，是因为人手不足所以来帮忙的好心孩子吗？真可爱啊。只是时机不怎么巧，风魔龙自从复苏以来一直在城市周围活动，制造混乱。现在蒙德的元素流动、地脉循环都已经变得好像被猫咪抓过的线团一样了，对魔法师来说这是最糟糕的情况哦。皮肤和心情都会变差。如果不受这些干扰，骑士团就有比寻人启事更好的办法来帮助你们了。现在就请在蒙德暂住一下，由我们西风骑士团来努力解决问题吧。海王也会帮忙。那么就来决定一下作战计划。风魔龙进攻蒙德反而让我们见到了终结灾难源头的契机。在丽莎的魔法侦测之下，笼罩蒙德的飓风已经暴露了源流。哦，那么答案是被废弃的四风守护庙宇。风魔龙能够掀起这种程度的暴风，就是借助了那些残余的力量。而我们的目标是这四座废弃庙宇中的三座，只选三座的理由大家应该都明白。我不明白。各位西风骑士，事不宜迟，暴风正在肆虐，被动防守也没有意义。在龙灾扩大之前，就由我们抢先一步向废弃庙宇的遗迹进发吧。就是这里了，被废弃的四风守护庙宇之一。这些庙宇已经荒废好多年了，蒙德的民众也根本不会来，搞不好里面会有野兽筑巢或者丘丘人建立营地呢。毕竟连风魔龙自己都放弃了自己的庙宇。是的，虽然我也很不愿意接受，但风魔龙
曾经也是四风守护之一。哎，先不提这些了，你感受到了吗？这里面的风有些不对劲，进去看看吧，要小心，龙的力量正在影响这里。用那个操作台就可以打开大门。能看见庙宇的最深处。伯爵，出击！嘿，嘿，嘿，呀！糟了，是号角的声音，肯定是刚才的战斗惊动了他们。不过，我为了这种情况准备了秘密武器——爆弹玩偶兔兔伯爵。什么呢？龙的气息，那就是力量凝聚的节点吧。啊，真累人。不过这样就能为秦团长分担些辛劳了。啊，以前我们的防御力量起码还能守住城里的安全。简单来说，主要是因为有秦在，但现在风魔龙已经直接袭击了蒙德内部。风向变了，我们的策略也会做出相应的变化。这是丽莎喜欢说的话。啊，对了，之前我们聊到的四风守护话题，如果想知道过往的历史，也可以去问丽莎。啊，先说明，不是因为我历史学的不好，图书管理员的知识储备，总之就是会比侦察骑士更完备一点吧。喏，靠近点，闻到了吗？这个神庙里发生了一些事，史莱姆丘丘人，还有风魔龙留下的魔力连结。里面肯定很热闹吧？热闹归热闹，却并不危险。真遗憾呢，北风之狼的庙宇如今竟被这样打扰。我们走吧，少年。虽然四风守护已经不再有人祭祀，但古老的风
不会消散。现在要去帮四风守护清理一下环境了。那么就让我来展示一下骑士团的战法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庙宇的尽头就在那里。那理由呢？经验，常年做善后工作积累下来的经验。旅行者，你好像没有神之眼，对吧？那你究竟是怎么运用元素力量的？是很神秘的。殿下呢？冻结吧。前面没有路了，靠风场上去吧。冻结吧。风刃是水元素呢，用这个可以灭火吧。没错，相当敏锐的观察，不如让秦为你授衔成为骑士吧。说起来，你们知道吗？风魔龙也是曾经的四风守护之一，我不太清楚详细情况，有兴趣就让代理团长为你们讲讲故事吧。风魔龙就是靠他吸收力量的吗？很有可能，赶紧动手吧。哇，真是精彩，原来阁下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战士，刚才在庙宇里一路上的那些战斗实在令人大开眼界。连骑士般的谦虚品德也已经具备了，阁下拯救蒙德的英姿，未来一定会传遍整座自由之城。今后有空的话，还请到骑士团总部来聊聊天吧。或者，我也知道一家不错的酒馆哦。总算是有点收获，对吧？从风魔龙手里成功抢下一座遗迹了呢。那么，接下来是我的善后工作时间，你们可以先去忙别的事。我们就先走了。我就在想，以秋秋人的智能，怎么会想到有预谋的伏击？原来背后是你们在捣鬼。骑士团做事的效率可真够低的。哼，无妨，既然你也被卷了进来，那事情就变得更有趣了。呀，小可，这么危险的事你也来帮忙，这段时间里有什么不明白的都可以来问姐姐啊。嗯，这个问题问得不错，基本上就是体力活和脑力活之外的事吧。那究竟还是哪一种事啊？
我也稍微认真一下吧。果然，这座庙宇的深处有非常强的元素反应呢。小派蒙，你能飘？就靠这股风上去吧。哼，交给姐姐我吧。别逃哟，该垫一垫了。嘿，别逃哟。原来如此，是雷元素。王妃啊，我来试试用雷电的力量激活它，你们要小心脚下哦。水沾湿的敌人，姐姐我可是很厉害的。呀，啊，是风场。接着从这里上去吧。嘿，这是惩罚，该垫一垫了。之间会产生连锁伤害，摩擦出的电火花伤害略少于突如其来的力气。嗯，你问我脖子上的这颗宝石是什么东西？不会吧，你是认真问的吗？这是神之眼啊，是被选择的人们用来导出元素力的装置。从神秘学的角度，也可说是一种外置的魔力器官吧。连神之眼都没见过，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是突然变异出正常智力的秋秋人吗？不。算了，毕竟秋秋人只是连吟游诗人都当不了的低智怪物，而你却是资质几乎可以胜任魔。把这个击破，就可以回去休息了吧？一想到可以休息，浑身就充满了干劲呢。啊，是这种好像凝固的风一样的东西。东风之龙，南风之狮，北风之狼，西风之鹰，他们是蒙德四方之风的守护者，也是风神巴巴托斯的眷属。特瓦林，这就是风魔龙的名字。在被人们称作魔龙以前，他曾是四风守护中的东风之龙。这就是四方之风的力量中，特瓦林只能借用三方的原因了。从一开始，他就已经在燃尽自己了呀，我想是因为恨吧。恨？是对蒙德的憎恨。以恨意为驱动，将恨意作为比风更强的力量化作魔龙。可是四风守护之一为什么反而会
憎恨他本该守护的那座城市呢？身为蒙德人，真难自己说出口啊。拿去看吧，这是百年前发生的故事了。我们去风起地的那座七天神像一趟吧，去把它供奉给神。总之先跟我来，详细的事我一会儿再告诉你。是全部处理完了，这样蒙德的元素流动、地脉循环就会恢复正常了吧？要回去看看骑士团的情况吗？当然，如果有什么别的有趣的事要做，我也可以陪你先去哦。对了，我们在司风守护的庙宇里又得到了散失的风神童吧？以后也许会收集的越来越多，不要忘了他们的用处啊。